子曰：见善如不及，见不善如探汤。吾见其仁矣，吾闻其愚矣，隐居以求其志，行义以达其道，吾闻其愚矣，未见其仁也。齐景公有马千驷，死之日，民无德而称言：伯夷叔齐，恶于首阳之下，民道于今称之。其死之谓与？陈刚问于伯鱼曰：子亦有一文乎？对曰：未也。常独立，礼屈而过庭。曰：学诗乎？对曰：未也。不学诗，吾以言。礼退而学诗。他日又独立，礼屈而过庭。曰：学礼乎？对曰：未也。不学礼，吾以立。礼退而学礼，闻思二者。陈刚退而喜曰：问一得三，闻诗闻礼，又闻君子之远其子也。邦君之妻，君称之曰夫人，夫人自称曰小童，邦人称之曰君夫人，称诸异邦曰寡小君，异邦人称之异曰君夫人。